患上癌症是我人生最辛苦但最值得的经历，因为它教识我日日都要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全部机会都要把握。同埋我可以同啲朋友讲，你今个礼拜做过啲咩啊？佢哋可能会话去个沙滩啦、睇戏啦，我就可以话我抗癌啦，系咪好型咧？